上班，出来，正好说点事儿。 飙车是吧？没飙车。我开车快了一点，是为了救人，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让他跟我比一场，七天训练，开古汽车公园。好。3、2、1，开！在我字典里，就没有输这个词。 玻璃碴子，永远都变不了钻石。你更成不了舒马赫。在赛场上，最佳路线只有一条。如果你走跟他一样的线路，你就没有赢的可能。师傅，我想换个活法。